烟道上，一条条运输通道如同蛇线上连峰行进，在这片瑰丽大地上盘旋飞舞。内守京津，外环渤海，在18.88万平方公里的燕赵大地上，铁路纵横交错。2016年底，高铁营运里程达到1020公里，5年增长了3倍。金宝铁路线上，一列列白色高铁列车快速穿梭在广袤的冀中平原。自2015年底开通后，保定至天津用时从3个小时缩短为1小时左右，天津石家庄之间乘高铁1个半小时直达。经济旅客无需再绕到北京，出行大大改善。将这段距离变短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交通领域的率先突破。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，高速路网在延伸，铁路路网越织越密。京宝张杭铁路建成通车，京张铁路京沈客专建设加快推进，京津冀1小时交通圈和半小时通行圈初步形成。从区域风格到交通相融，纵横交错的路网飞速架起，全方位融通不断深化，断头路陆续打破，瓶颈路变成通渠。河北600多条公交线路与京津石线一卡通行。河北机场集团纳入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委托管理，冀津两省市联合组建了港口投资公司，陆海空全方位取得突破。海面当空舞，大道通衢，燕赵大地上公路建设不断加速。2016年底，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6502公里，居全国第3位。港口规模不断扩大，航班航线日益加密。一个快速便捷的立体交通网络正在这方热土上从容铺展，不断拓宽。